此改名，长达十年的节目终究得画上句点。记者林总，临时全国代表大会就要在下午登场了。可以确定的是，住下朱上，而这一场剧本预计呢，今天国民党都花90分钟走过场。我们要求要照制度走，会尊重林权会最后决议。而接下来呢，朱立伦就会无缝接轨他的竞选团。不过今天的换出动作，据了解呢，虽然国民党布局依旧，但还是会有党代表在会中提出抗议。有人说，为什么一定要是朱立伦接棒？可以是吴敦义或者是王金平，但是王金平说，的确会有少数的党代表会表达意见，但可以确定的是，今天林权会住下朱上不会意外。是真的，是真的，曾说绝不会参选二零一六总统的新北市长朱立伦似乎反悔了。4年，我一定会把市长的工作做好做满。作为党主席，我责无旁贷。这个工作决定的时刻。马英九总统之前参选台北市长的时候，也说了100次，说不选台北市长。你会不会变成马英九二点？网友把歌改得酸溜溜，真真见血。这样先前有网友就用电影周润发饰演的皇帝台词，已经改编《少林足球》反派角色经典台词。这回想对照下，似乎还真有那么回事。记者台北综合报道。变成了玉，结果现在又被打回砖，也因此呢，很多人都替洪秀柱觉得相当的不舍，但还是希望呢，国民党可以团结，就算不可以赢得了总统的胜利，还是可以在立委席次上保住。朱立伦真的是一个忠党爱国的人，他说自己今天会进行10分钟的演说。